有一个瑞士啊，珠宝行的总裁来到了香港开会，他去上一个厕所，一个很大很大的几克拉的洗手间呢、啊，洗手干啊，拿起来放着洗个手，一转身忘了啊，出去十分钟以后想到说，哎，我那个大钻戒啊，放在厕所里面，十分钟以后进来厕所没有了，那个钻戒价值多少？4800万台币。4800万台币挂在这个手啊，不要提来印灵眼镜。你看这个人，你看这差这么的多，你看看人的生命观，要我们4800万的早就印多少经典去救人了，他可以放在一只手指头啊，结果掉了。后来他想要把这4800万的钻石找回来，他就下了一个奖金。如果拿来还的奖金多少？200万，200万台币。你想不得厉害？你一颗那个钻戒4800万掉了，那他说要奖金拿来，200万台币要给你，那怎么可能？所以要是你家有钻石，最好交出来比较好，这样会不会浪费啊？拿出来救救众生喽！也有人听到佛法是这样子的。我也曾经碰过有一个人那老奶奶留下来的我听到了佛法，替他老奶奶做功德，拿了一些来的不过翻一翻，没什么一颗值钱的，没办法了，就一点值钱都没有拿来了也不晓得该怎么处理，加起来都没多少钱不过他有这个诚心，我们还是非常的感动。feel 委外了真的是不错有这种心我们还是非常感动的这珠在衣里了不觉知就是摩尼宝珠在你的心中一般众生的不知道自己本身就是佛，不知道就怀宝寻乞，你就是佛你还向人家乞讨什么呢？广受穷困在座诸位，如果说师父跟你讲你就是佛你会着清净丢清净我喜欢管人家变成顾问总上，我都等在捆得饿你会着清净会丢清净突然说你是佛，你会吓一跳事实上是理上来讲了还没有修到那种程度，当然是还没办法，还是要靠师父的所以枉受穷困怀抱行乞枉受穷困以如来心做众生的业，以解脱法受轮回苦，可不哀哉？我们有佛性竟然不会用，迷失了朔之大教东来朔就是我们来回想一下这个大教东来也是佛陀的正法来到咱们中国了，慧眼圆光大师是以此为宗，慧眼大师念佛建立一个净土宗，出以同学叫做慧勇，欲往这个罗浮，以为道安大师所留。那么永公呢就遂先独往到了浔阳，刺史逃犯，这个刺史呢就是刺探检举不法之徒，就像我们现在的廉政公署接近什么检察庭这一类的廉政公署这一类的香港就有台湾也正在努力了就刺探检举不法之徒的官吏叫做刺史逃犯这个逃犯呢就景仰道风，乃创西林寺以居之，是为东晋孝武帝太炎二年丁丑年丁丑岁也，岁就是年。到了太炎九年甲申，远公使来庐山，慧眼大师才来到庐山，出居西林寺后来因为西林寺太狭了，以邪理的禁众，逐禁就是逐渐的众多了，那么这个西林呢，爱莫能容，爱就是窄小。太窄小了，没办法容得下。这刺史就是桓一，乃为创世于山东。注意，这个不是山东是山之东，中间要加一个之。我这个讲山东，那就是差很多了，是山的东边。要山之东如果是将你上世于山东，那就麻烦大了。岁号为东宁，到太炎15年庚寅7月28日。
啊，慧眼大师呢跟出家在家123人结连社念佛求生西方，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啊，结这个连社念佛了啊。这命这个刘一民呢做完了勒石，勒石就是刻啊，刻石头，哎，石碑呢，把这个啊缘起啊刻，把自己的愿望刻下来啊，在石头上叫勒石啊，勒石一民所示，哎，这辈子一定要往生净土。慧勇法师呢也意欲就是参与其社。十八页啊，永公住在西林市，那么以封顶就别离的茅棚，十王禅师就常常在那边打坐思维。有人呢、啊、到这个啊西林市的时候，哎，到他这个房间呢、啊，就责问意下，哎呀，这种香啊，不是世间有的，因号叫做香谷，这其人可思而知也。当远公啊出结社的时候，即有123人系属于法门的浓香啊。法门的浓香啊是就好一点了 啊可是、啊、有人修了一辈子啊，没办法变成实相啊，就很麻烦，就法门实相有没有什么出头啊？哎，所以这个、啊、修行啊，一修到法门浓香，这个不容易的。汝中啊啊三斗，三斗就是太斗了，有远公的道风啊，霞波就是远波了，所以啊。啊，故皆群起而至。啊，若中公之事，这句就是用直接翻译，就是说啊，综合啊，慧眼大师的一生一世来讨论的话，总共有30多年在内，其入莲社修净业者，猛接引而得往生者，则多的男生俗啊，往生的呢，因为他们非常精进。嗯，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下，你考虑。这个地方很近哦，在大山的不错。嗯，这个如果要在这里终老的话，哇，再更精进一点的很好，很好。所以是啊，无论等你下课了，咱约得来签签的。啊，不，读书变生死也好，签签的安尼哈，哎，签签的安尼哈。这多难生疏，之后。像谭鸾大师、智者大师、道错大师、善道大师、青莲国师、永明延寿大师，莫不以此自行化他。谭鸾著的《往生论》，妙极古今呢。智者大师做十一论，集成得失，不往生是很损失很大的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啊？要往生弥勒净土有什么困难？就著着《观经书》《声明地观》，道错讲净土三经啊，近200遍；善导书净土三经啊，力劝专修；清凉书行念品，发挥究竟成佛之道；永明说四料简。直指即生了生了脱之法，那直指即生就是当生了脱之法，所以这一辈子没有听到净土就不用讲了，听到这个这么直截了当的，诸位一辈子就不用打妄想了，就是这样子，这堵对了，我你哎，哎，有这样的信心啊，这几堵的对了哈，那拔掉啊，那来拔掉，那跌啊跌掉堵啊，这堵对了的，我你哎，啊就唔免佮改变了哈，哎。是直指即生啊，当生就了脱之法。自细注重高人呐、啊，啊，这八大宗派啊，就是注重这些、啊、了不起的悟性很高的人，到最后呢，无不归心净土啊。为禅宗诸师啊，专悟密修，因为禅宗啊是没有语言的啊，教外别传的，书少名禅很少啊，因为他禅宗他不能讲开口就错了啊，所以没有什么名禅，除了正悟相应以外，其他没办法。而自永明啊倡导之后。细节显垂言教，有具体的言教，嗯，具体的言教可以教你的，不像禅宗开口就错，头被打了 K 了满头包，还不晓得那个道几对，还不是还是不对，所以一般人呢、啊、要悟到禅宗的心法明心见性还是有一点困难，所以啊这净土宗就简单咯，因为有下手处有依靠处咯，所以人人可以修啊，不分钱贵啊，不分啊贩夫走卒都可以修，是切欠修此矣。所以啊死心心禅师啊欠修净土文这么说，说弥陀胜意念啊，净土胜一生。诸位你要把这四个字啊画起来啊，要写在你的墙壁啊，你就很有信心了、啊。哎，弥陀胜意念呢、啊，净土胜一生，不是你讲的往生净土那么难，很简单的，但是也不能说很简单喽、哦，啊，看清他的话，不念到一心不乱呢、啊，还有困难喽、哦，哎，所以平常要修佛要修慧啊，一心念佛，自己一定要腾出时间。